老师说有问题的举手，我每次都有举手啊，可是老师只问我旁边的螳螂妹妹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说你都有卡素举手，可是老师都没有叫到你哦。对啊，好沮丧哦。诶，不然点点你卡素举手看看，我来帮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。有问题。好。点点，我知道了啦，你的手太小了啦。啊，那怎么办？点点，不要急，你不是有小旗子吗？嗯，你卡树的时候就把它举起来，这样子比较明显，老师就容易看得到你喽。哎，这个好不好？好哦。好，那你把它这样子。好，再试一次。嘿，嘿，好像有哎，真的比较明显了。谢谢糖糖姐姐。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有问题，有问题。点点，你最近上课有问题吗？没有。那如果上课有问题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举手问老师。点点真聪明。卡素，举手。卡素，举手。少数服从多数，点点，我们现在来卡数表决，赞成的卡数，没反应。那反对的卡数，点点，你都没反应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糖糖姐姐，我们只有两个人呢，不用表决呀。那不然来猜拳嘛。卡素有问题，两句客家话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伟亮。